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恩士新闻。这周教会有哪一些大事呢？我们请文琪为大家播报新闻提要。新闻提要：第一，8月24日台南牧者联合聚会；第二，8月24日电影试映会；第三，8月28日按牧礼拜；第四，使徒生命课程进入马可福音；第五，9月4日新同工就认识。第一，8月24日台南牧者联合聚会，上周三的上午，教会有一场很特别的聚会。教会牧者团队穿上色彩缤纷的制服，热烈欢迎台南市的众牧者的莅临。聚会内容是由高牧师主讲，从耶和华军队看今日习近平这个主题。会后还有牧者们的彼此的分享和带导，我们一起来观看新闻画面，还有采访报道。8月24日早上，于台南圣教会雅歌厅举办了台南市牧者联合聚会。首先，南圣5、6年级牧者带领诗歌，7、8年级牧者诗班献唱《这就是爱了》，带领众牧者口唱心和，一同敬拜。其后，本堂高敏芝牧师分享信息，从近日台海危机切入信仰核心，从早期牧会开拓教会的筚路蓝缕，穿越南圣过往经历，鼓励众牧者定睛在神面前，透过短宣、科学正道等方式分享，一同成为耶和华军队，奋勇向前。信息后，蔡安路牧师报告推展与台南市社会局牧灵平台，协助社区年长者结合在地资源。接着推展天运事工音乐剧《因爱启程》，预计于年底台南文化中心演出。整场聚会在祷告与祝福中画下完美句点。第二，8月24日、晚上电影的试映会。上周三呢，春晖电影在教会有试映会，探狗行不行？光是看到电影海报上面写着“手不能摸”，眼不能看，然后法不能碰，到底探狗怎么跳呢？对，让在会后呢，也好多人在热烈的讨论，这个剧情里面呢，包含了考验着家庭的爱，信仰上的界限，以及文化上的冲击等等之类的话题，让人真的是觉得很新的一个题目。这到底要怎么样突破这些的围篱呢？上帝呢，就是给人自由，让人在信仰上能够有智慧，也有自由，能够突破这一线。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则的报道。由春晖印象发行的电影《Tango Shalom》《探狗行不行》于8月24日晚上在教会举办试映会，吸引了不少第一次踏进教会的新朋友。电影开演之前，由春晖印象的总经理陈俊荣弟兄进行有奖征答，并送出多张电影票。好，这是一部我觉得发人深省的电影，就是看到很多文化在彼此激荡，然后真的是可以用万事都互相效力来为这部电影作结。看完这一部片，我很深的感觉是如何为了因着爱别人的缘故而能够怎么样在遵守教义的当中而能够去完成这些任务。好，谢谢。看到这个影片，我发现当神要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怎么去突破，怎么去祷告，怎么去寻求到大家都同意你去做这件事情，可以在爱里面真的彼此相爱去完成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感动。第三则，8月28日爱牧礼拜，宋和传道和陈正传道在上周的论文的报告之后呢，接着呢就是在8月28日举行了爱慕礼拜。他们两位传道的见证分享真是让我好感动哦。上帝在他们的生命给予他们不同的经历，也让他们各自领受了不同的恩典。是，在信仰上呢也有种种的突破跟带领，让他们能够有不同的转化。我们相信在差派的这一个时刻里呢，就能为教会成为最大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看新闻画面和这一则采访报道。8月28日下午，台南圣教会举行王承正传道、高颂和传道按牧礼拜。高敏芝牧师以自己的侍奉生命为例，分享的信息主题是蒙恩宠的牧人。
高牧师说，侍奉神是一生的道路与坚持，蒙恩宠是生命当中无可取代的福分。陈正传道分享自己全职侍奉的道路，曾经被同学认为是傻瓜，父亲的信仰传承给他，带给他不同的生命视角。福音营会中讲员的呼召深刻地扎他的心，回应神的呼召，他的心才得享安息。综合传道出生于牧者家庭，但学生时期受到许多前辈的启发，羡慕他们可以活泼地带领活动。后来神奇妙地让他投身于青少年的牧养，并且经历生命的低谷和破碎，加深了信仰与呼召在生命中的刻痕。爱慕礼拜庄严中带着温馨与幽默，来自牧区教会的赠礼以及寇绍卫牧师、蔡金荣牧师的祝福影片，带给两位新任牧师满满的祝福。第四则使徒生命课程进入马可福音。上周的使徒生命课程终于来到了生命记的总结，生命记总共有34章，这半年我们都沉浸在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诫命还有律法当中，我们的生命也再次深深被上帝提醒。接下来我们要暂时离开旧约，二次查经，我们要进入到马可福音咯。文琪，你知道马可福音这本福音书有什么特色吗？我知道，它是福音书中最短的一本。哇，你好棒哦！没有错，那真的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使徒生命课程的查经，等着大家一起来挖掘里面的宝贵的信息哦。第五则，9月4号新同工就认识，本周日上午的聚会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有新同工的就认识，所以第二堂跟第三堂是联合的，是10点开始。如果你11点来就已经来不及参加咯，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时间，早一点来教会，找好停车位，预备心来参加主日崇拜，还有新同工就认识哦。文琪，那你知道现在教会有几个牧区、几个小组，还有几个牧者呢？我有算过哦。我们有18个牧区，18个牧区。但至于我们牧者很多，已经算不清楚。其实呢，我也常常算不清楚。总之，上帝加给我们教会的牧者同工、小组长，还有弟兄姐妹，以及各样的恩典，真的是多而又多。我们也继续的为教会能够为主得人如鱼、传扬福音来祷告。这就是今天的恩事新闻喽，拜拜。